Hello， 是我哋 Hey Girls 嘅時候，今日我今日分享我的化妝品袋，係加六套嘅。咁我覺得幾得意，其實呢個是喺Pita 度買嘅。咁呢一個係。我覺得是全場最便宜的東西，是15元，就是10元啊，大家記聽住。但是呢現在應該是沒曬的了，因為我在差不多4月3月那時候買的，現在都7月，差不多8月了。那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，還有這個它會有個鏡給你啦，因為有些化妝品袋是沒什麼鏡的。這個就是我了，嗨，好啦，我現在分享一下先啦。好啦，我會逐漸將它拎出來放在旁邊先。那我呢算了，都是放在這裡。那我呢就會有個化妝掃啦，長嘅化妝掃，因為我平時唔係好成日化妝，所以我唔會太多化妝品。跟住就有個 eyeshadow 嘅盒，呢個係莎莎買，呢支掃都係莎莎買。韓國嘅胭脂或者係一支嘅 eyeshadow。但是它很紅的咯，我將它那支的棒呢我就拎走了，因為等一塊鏡呢。跟住就有個嘅一盒的eyeshadow 啦，我又是拎了支棒，因為它支棒那個面呢甩了出來。我就有一個嘅，呢個都係莎莎買，呢個我記得好似唔記得咗，好似其實呢一個好似喺10元店度買，呢、這個就喺真係喺韓國買嘅，呢、這個就係莎莎買嘅呢、這個套裝，同埋佢係褪出嚟俾你照鏡啦。跟住我就有呢個嘅盒。但入面是不是什麼都沒有的，是有兩個的粉撲那些啦，還有它是圓的，我覺得它是即我覺得圓得滯。跟住呢就有一個的面油紙啦，三隻的唇膏啊，我還有一隻，等等啊，大家等等，我唔記得咗牌。呢一隻係 MAC 嘅，同埋我好多都係唇膏，最多都係名牌 MAC 紫色嘅。啲嘅冰冰粉啦，有咩用嘢整？一陣間就知嘅。跟住就一啲嘅潤唇膏，睇下先啦。跟住一支嘅 cream 棒，同埋 bling bling gel。夏天嚟咧就一定要多啲，即係有陣時搽 bling bling gel 咁樣，搽喺條頸嗰度或者。其他地方啦，咁其實我將啲嘅定即係 gel 頭髮嗰啲 gel， 再加呢啲嘅冰冰粉同埋，就搞成咁，咁咧就搽喺個頸度或者額頭嗰度咧，平時出街就會有少少冰冰嘅感覺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分享到此，拜拜。